吴茂坤在室内看画展后，总统第一次同台教育部长蔡英文，却好像连手都不太想握，几乎被跳过。吴茂坤的手只能悻悻然摆两下，但这不是最尴尬。 总统在室内看画展，堂堂教育部长却在窗外。吴茂坤发现，像赶紧跟上，但却进不了身，只能跟在一旁。就算是剪彩，也隔了两个人。虽然同台，但吴茂坤几乎被总统无视。眼看拔管正式后坐力冲击蔡政府，小英态度冰冷。吴茂坤赶紧解释：“我从来没有说过，没有人说过我们是拔管。我们的公文也没有提管先生，请大家回去看我的所有的资料。如果里面有不法的事情，你就来请我下台。” 难怪教育部嘴硬，毕竟总统5月4号也升回应。我希望你请蔡院长收回他管仲敏的命令。那你还是可以讲，你的观念。这个事件还是教育部来处理。管仲敏事件，福院虽然推给教育部，但也当不了无视人。记者温凯成、王尚云台北采访报道。